医生二怪，里面残血杂技被通缉，哎呀，只能我来救人了。可是咱备胎破命呀，还剩三台密码机，这可不是很好呀。没办法，只能吃一刀救人了。医生别怕，俺来了，看我人皇不走位。亲爱的，赶紧救人跑路。医生加油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医生废了，杂技被挂椅子了，密码机马上压好，就在这里卡一下耳鸣。卡班救人的话距离太远，只能慢慢过去了。图图还没发现我，好机会，趁他往外走，直接闯过去救人。嘿嘿，想不到吧？狗这方面啊，咱可是数一数二的。无伤救人走喽，再帮勘探扛一档，开门去了。杂技被挂飞，但咱早已打好了洞，上车站。妈耶，给我开的不香呢！防止传送，往后站一站。果然传过来了，这门开。这永明加油呀，好样的耐布，你爬出去了，接下来我怎么办呀？这上面还有两个洞，过山车也只能坐到二号站，另一边的门也并没有开。图图这是佛我了、不对，他在传牌，肯定要回来打我，咱先静观其变。哼，还想骗我，我可不会就这样上当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谁来救救我呀？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相隔两地，而是大门就在我面前，我却出不去。先假装骗他我要上车，再打洞下去。他过来了，快走啊！快回去！妈呀，吓死我了！这到底该怎么办呀？我的天哪！不管了，冲啊！没有动了，这里不让我走，俺就开车去找地窖。先看看图图的位置，不管了，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，看我顶级拉车反复横跳。哈哈哈！图图没上来车，这下距离算是拉开了，可是把门没开呀。这传送估计也好了，只能祈祷地窖在附近了。哇！金色传送！我就是欧皇呀，果然欧皇就是我。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奇妙的地窖之旅呢？改评论区里面告诉大家。